Hello， 大家好，我是 Koi。 那这一期视频呢，就是我过去一个礼拜在寒假里的一些宅家学习的记录。那不知道看过我上一个寒假规划视频的小伙伴有没有对自己家里蹲的寒假做一个规划呢？想知道你们过去这一个礼拜对时间的利用率怎么样呢？那我的话分配在阅读小说、看电影、还有学习英语和看英语文献这四个部分方面的时间比较多。那我也依旧有坚持每天运动，这是我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每天都在看那个《追忆似水年华》，那这一部小说我肯定是会在2021年花很多时间去看完，就是每天看一点看一点，应该会连续看好几个月这样，因为这部小说实在是内容太多了。然后这一部小说呢，它没有很连贯的剧情，就是一个完全意识流形式的一本比较炫技的小说。就是看它里面的各种描述，会觉得天才的作家就是他有非常敏锐的眼光去观察周围我们不会注意的那些事物，把它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细腻动人。就是看他的这个文章，就会觉得有一种周围的生活每一个事物每一个草木都是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就是阳光洒下来，或者是小雨绵绵这样子，各种不同的情况在他的笔下都会有一种非常怀旧的，然后童年式的一个视角去美化这一些每一个事物。那可能因为我现在看的部分还是在他童年的一些部分，所以整个氛围都是非常美好很天真，所以看这个书这个小说在寒假里面看其实还是挺治愈的。然后我基本上的话就是一个人在家，那我当然也会有无所事事的时间，然后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去让自己背一些英语单词，所以可以看到视频里我基本上一直在背单词背单词背单词。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摆脱无所事事的一种焦虑情绪的方法，那对我来说特别适用。我感觉我对于学习英语或者是学习日语这种语言方面的兴趣比较大，就不像我看一些专业文献的时候会觉得很枯燥，我学语言就完全不会，就感觉很神奇，就是可以一直一直一直学下去，而且也不会觉得很厌烦。可能我就是对语言比较有好感，但是我并不是语言专业或者是专业做翻译的，就我感觉还挺神奇的，就能保持这样一种习惯也挺好的。悄悄摇落，檐下垂铃听风吹过，为何迟到了海边的烟火？今晚的我稍许笨拙，粗心丢了下的线索，可你只是笑着，眼角处却有流星闪烁，好想去捕捉最灿烂的那颗，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想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偷偷吻了我耳朵，
吹过，薰衣草开满远处的山坡，浪漫不用太多承诺，只要能扑你怀里躲，连指尖的触摸都当作最甜蜜的糖果，相信你懂我爱撒娇的寂寞，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自己都难捉摸，没想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偷偷，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自己都难捉摸，没想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轻声说你爱我，占领小区的时候想和一起数着满天星座，买了，一点点小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本子，是暮光之城的。我原来以为它会很大，只是稍微大一点 A5 的大小，但没想到它特别的小，跟手机比一下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小，就是特别的小。我原来想拿来记明年的一些东西的，当成明年的一个手账本，但是我觉得它太小了。它里面内页是非常好看的，这种每一页都不一样的。我是懒得装，我想懒得装饰，所以就干脆买了一个内页比较好看的本子。就是，它好像还有很多其他颜色的，我挑了一个这种咖啡色系的，就还行吧。我打算先用着试试看。还有一个就是，是这样子一个胶片，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剧照。这个是 Woody Allen 的那个午夜巴黎，还买了一个这个爱乐之城，我还没有拆开来。还有就是买了这样一个亚克力的板子，叫蓝色向往，应该就是这样插着，这把尺这样插着，这样插着就摆在桌子上。还有最后一包是这个 Note 4的贴纸，是12个月份的贴纸，是这种纸质的素材的贴纸，然后每一个月份。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这种小东西了，感觉。然后还买了这样子一个小杯子，就是这种法式风格的，很甜的这种小的一个杯子，就它还挺沉的，其实，然后好像可以买很多个这样的，然后给它叠起来，但我现在只买了一个，用来喝咖啡或者泡一些东西，应该效果会很好看。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啦，给你们点一个赞，希望每人都有好运哦，记得一键三连，那我们下次